了，我们来到新庄的一个叫做舞鱼舞集，这是练绕口令的一个团体吗？舞鱼舞集，对，要念100次就过关了。那就是想必又是要跳舞了。哎，对对对，因为上次啊，制作单位跟我有仇吗？没有没有，我们是来比芭蕾舞，芭蕾舞。看芭蕾舞啊！芭蕾舞，那不是要何以文去死吗？为什么每个单元开头都是这样？没有，芭蕾舞也是我的罩门呢、啊。芭蕾舞真的强的就记没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在培养语文的未来无限的可能空间。对，我想我不能永远都只唱吃饭歌，所以也得跳跳芭蕾舞，跳跳天鹅舞。我觉得你们要良苦哎，要加油啦！记没开玩笑，云门舞集嘞。乱讲！我们是蓝牙舞蹈团吗？我们云门舞集。蓝牙舞蹈团怎么说呢？少年超限战，两组主持人所要面临的考验就是双人芭蕾舞表演。孙建志、季晴以及何宇文大饼必须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限制下接受拉筋训练，并且学会芭蕾舞的基本动作，以及配合音乐表演整套双人芭蕾，然后正式登台表演，并且接受现场观众的票选。得票数较少的一组主持人则必须接受恐怖的终极大厨。孙建志、季晴以及何宇文大饼能够在短短的3个小时学会难度极高的双人芭蕾，然后变身为体态优美、动作流畅的芭蕾舞者吗？精彩内容请看今天少年超限战之双人芭蕾大作战。何宇文，我觉得很奇怪，你真的没学过跳舞吗？我从小到大呢，只会跳一种歌呢，就是吃饭歌。只会可是你看你像是学了20-30年的芭蕾的人呢。真的吗？很像吗？你看老师也是啊。你们俩一起把胸部挺出来看一下，真的都是你，都学20-30年芭蕾的胸部哎。芭蕾你在说这个啊？你在夸老？你现在是在求老师身材不好了？没有。不要这样啦，你不要这样。是，我告诉你，我最喜欢就是你这种身材，这样很瘦，这样很挺，这样。老师刚刚还很开玩笑说他自己完全没胸部，有啦，有一点皮儿，没线没关系，有一点皮儿。而且你没有什么关系，我更没有。你们俩现在打世博来比好了，不要跟我比起来了。老师，好啦，不要闹了，我要学跳舞了。对，我们现在要来学，今天是唐吉诃德。可是我们要先从基础的3个拉筋的动作开始，因为不拉筋其实会受伤很严重，对不对？对。好，那我们要拉筋的话，第一个要先做什么？我们先从地板开始。从地板。对，然后就先坐下来。好，坐下来，然后聊天，我们长，对，要被拉直，拉不直，拉直，脚拱起来，拱脚，来，我们一起来帮他好了，来，然后你这要拉直啊，宇文，你很像某种娃娃，就是这里拉直，这里弯，这里拉直，这里弯。你怎么会这样子啊？我告诉你，各位观众朋友们，何宇文是25岁的年纪，15岁的脸蛋。大概45岁的体力吧。好，来举起来。先讲一次，然后等一下一块儿做。好，手来旁边。所以半脚掌 A 先打。哇塞，老师你看哦，小拇指放下来。老师的脚背一下就贴地了，我们是怎样？我们是老人团，没关系。来，那个手不可以摆在这儿。我只能这样子哎。不是，等一下，这个你不能用力吗？我已经用力了。你不能用力成这样子吗？没办法。你看，正常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再来是这样。用力，不是，你要打开，然后脚尖用力，用力。对，我的筋真的是有。用力，无限的用力，好不好？来喽，来，我们做6次这个东西啊。来，1、2、3、4，半脚，2，半脚，脚尖6次，第3次。今天老师的脚跟是悬空的，你知道吗？5、6，6次完了，吸口气。And 吐气。哎呦，没有啊！而且脚尖不能松的，好，抱上。然后你要抱我大了，这样第一套 ，OK。然后第二套，我想蓝洋舞蹈团应该会不认我这个学生吧？那两个男友肌肉的。有时候尽量不要内八，就是脚尖尽量不要碰在一起。老师，我不会，可是我鞋子太大，你知道吗？太软，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到它。好了，不要乱讲。哎，于允贤，你这好像是那个武功鞋。对，武功鞋。哈哈哈哈哈。这个鞋没有软，就是比较好缝啊。哎，我也会哎。你这是水上芭蕾吧？你在干嘛？老师，你压我一把。然后脚尖。
脚尖用力。其实你看，有脚尖的，来脚尖用力。好，吐气放松，往下 ，and 吐气。老师再陪你做一次啊，来五六，我当着亲，待会你帮他压，好，六七走，八吸气来双手上 ，and 吐气，抱住，对，加油，小拇指要贴地，贴地板，嘿，脚尖用力，好，准备一下，哎，你可以给我酒哎，我这个都还没下不去，好，努力了，我们下一个动作吧，嗯，好。不行，老师，请问一下，现在不是冬天吗？嗯，我会冒什么汗呢？全身都是汗。你有电到吧？哦，冒汗。那鼻水呢？老师，那大家现在第一个动作完了，第二个那第二个是可以把你的前脚，一只脚张开到后面去。哦，就是劈。我知道，你就是变相的劈腿，就对，自己慢慢。以为你先。哎，老师，你知不知道我在金钟奖上跌倒的事情？怎么了？为什么会跌倒？就是我走路都会摔跤，然后你竟然叫我这样劈腿。不会啊，以为男生，你腿这样，你大家你看，以为这个姿势像不像义肢？这就是假的吧？怎么会这样？你这就是假的吧？妹妹怎么笑那么开心？转下来看看，我这样假的怎么会可以放这样啊？拉起来，手撑住。老师，面对的动作应该屁股、大腿都会瘦吧？对，没错。来，放下去。我只能这样子，老师。好，人带来两个八拍，一。哎，这样很好。就是有一个没有下半身车祸的美国小孩，你知道？我演他给你看。
起来嘛，好吧？好，我以为你们一起来。而且宇文，你知道，也小给你一个最重要的诀窍，就是绝对不能双手一起举起来说谢谢，或是请一下。来，小给你，小玛丽，这边请，不然会摔头致死。我可以放手。然后你说我两只手都放开。对对，我帮你。上来。你试试看，老师你要赶快拉住。一只手先给我。我两只手一起来。一只手先给我。来，我两只一起来。我一只，两只一起来。就停下去了，根本没办法。老师，我要到什么时候？再往后看。好。往后看。宇文，我们一起把双手举起来看，好不好？好。1、2、3。我就不想这样，我就不相信是谁撑得起来，老师你撑得起来吗？哎呦！老师，我很想拍一首，可是我一拍，我会，我应该一拍手。应该可以的，你很幸运，来，他最后一个，放到上面去，来，赶快，一起，然后手在这儿。孙妍志，你不要加油，你身体要转过来，然后是啦，要朝对朝那个，我知道啊，不要逼我嘛，我自己会克那个，好，我很急的想帮你，好来，手放心好，不会输大饼，好不好？对，不能输哦，来上去，不是，你一定是不会那个大饼很难讲，你一定不会输何宇文，好来下去，大饼也是学这个的，两个吧，我的妈呀！Oh my god！ 二，膝盖伸直，脚尖伸。四，五，六，七，八，好，现在看我把腿拿起来。哎。包住。少林功夫好哎，真是。金刚腿啊、okay, ！少林金刚腿哦，完全不行这个。你可以这样哈，弯着都行，来，加油。弯着都行啊。就撑住。来，脚背先。OK。你要先原上，搬起来会轻松一点。从这里搬起来。对，哎，起。混。哦，太难了，太难了。快起来，我然后去把你的脚举前腿、长腿，这样子。什么？是哪位？他举脚，自己就举。老师，这里是舞蹈教室，是练芭蕾舞，不是瑜伽教室。芭蕾就是。我以为我看到了，以为。可以跟观众讲，有一点，有一点啊。老师，你说要怎么样？脚抬，就脚先上把，上把杆。对对对对，然后脚，对脚尖尖要眼神上把杆，这里上把。对，然后用你的手。宇文你好慢，我受不了痛。脚打直啊！哎，我是一个女人，都那么姿势真的。你的手要从前面翻。你不要抗拒老师好不好？他是来帮你的，他是来用笔起来。老师在帮他拉，他自己在那边反抗，你有病啊！你可以试看另外，很痛，一堆一堆，真的。我们试看另外。由于学习芭蕾舞首重肢体的柔软，才能够在跳芭蕾舞的时候展现出柔美的舞蹈动作来，因此拉筋训练是特别重要的啦。只要全身筋骨能够舒展开来，跳起芭蕾舞自然就有优美的体态线条喽。这一阶段的拉筋训练可以说是让两组主持人吃足了苦头，流了满身的大汗，也不时的哀哀大叫喽。
过，为了学习芭蕾舞，两组人麻雀也都忍住了痛，吃下了苦，接受老师安排的拉筋训练，一一完成了暖身动作。现在两组主持人正式开始学习芭蕾舞的基本动作喽。把它弄成这样子，让它有那种感觉，你自己过去。哦，好。对。那你自己先这样。哇，那你翻它，翻它的。那我们再看一次哦。它会从后面的腿翻进去。好，我先看，预备，1、2、3。你跳不跳？你根本再一次，我刚呀，等一下，为了证明是不是抱的人有问题，老师也来抱我一下。好，我先。对，1、2、3，不是吧？是不是吧？你干嘛？你在演神雕侠侣？你刚刚很轻，哈哈哈哈哈！我是脚是打直，对，我往上跳，你牵他的手，我往上跳。那个志勤，你看到吗？好，这样，抬手跟闭眼，好，就上去了。好，来，1、2、3，啊！OK， 再一次，我有说你要有那个持续一下。一，不能再往上哦，哈，不能。好，我知道，我知道。一，我也在躲，好不好？你以为我那么爱摸啊？哎，总比何宇文大笔摸到可能还不知道。1、2、3，我的脚动得不太对，我也不太对。哎，1、2、3。有比较好，有比较，有。先提起来 ，OK。好，这样是不是？这样子。预备。老师，我要试了，我要试，老师预备，1、2、3。没关系，我们一定可以的，好不好？我们就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件事。老师，你改个动作啦。由于何宇文僵硬的像木头人的肢体动作，使得在一旁和他搭配的大饼不知所措，一直完成不了简单的芭蕾舞动作，因而赶紧向老师求救哟。看来一开始何宇文大饼就已经陷入困境喽。再来看看孙杰志季晴这一边有何进展。因为我还在算你的脚步，你知道吗？孙贤志似乎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啊，为了抓季晴的脚步以及抓住抬起季晴的时间，搞得孙贤志自己的步伐都变成像螃蟹走路一般了。来，一跳下来，对，差不多，对，哇，然后再继续，你已经又变这样，对不对？然后这一脚再一，然后再跳，对，懂了吧？你只要把脚再伸长一点。哎呦，你终于了解了，预备，预备，来，一跳下来，来，一跳下来，一，掌声给他鼓励一下。不如，我们现在既然会了，就来连跳教室两圈，好不好？累死两个。好。预备，我们连续跳五步看看，好不好？预备，来，一。跳，跳，跳去哪里？而且你跳起来怎么会这样跳？跳到自己那里。何宇文跳起来，动作虽然有点像被操纵的傀儡戏偶，不过比起一开始的笨拙，倒也还算及格，学会了他们舞马中的第一个基本动作喽。我想。1、2、3，走。Thank you.
和孙协志两人配合的几乎完美无缺呀，而且赢得现场小朋友们的掌声。现在他们也要学第二项基本动作了，不过接下来的动作就困难了。三四上，哇，小心，到这边。舞蹈动作就让季青看傻眼了。哎呀，在这么短的训练时间，季青和孙贤志能够学会吗？男生抓他们。可以哈，然后。外面吗？对。外面。因为你要从肩上下来，你一定要从外面抓进来。哈哈。你先让那个单脚抓一下吗？对对对对。老师是勾这样子吗？勾前面，勾前面，勾前面，对，好。上半身挺住哦。上半身挺翘。这样。上半身挺翘。这样很难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老师，那是这样还是这样？是季青这一组的高难度芭蕾舞蹈动作，何宇文大饼这边的第二项芭蕾舞蹈动作也是十分困难的哟。然后起来，男生甩一下，大指，可以停住。好，谢谢。你先去试。我们先到，坐了。以为你记得给我后堂。接下来之前你要这样子。哎，对啊，大饼，大饼，你想死吗？爆药啊！算了，我先站着。你要先蹲，然后跳起来帮我一把，好吧 ？OK。好，在这里，一定要用自己的直的，一定不能蹲。好，好嘞。可以蹲，蹲，跳，跳，跳。转转喽，然后你还是左脚伸直给，凝住，右手拿起来，忍住，忍住，忍住。哇，他好重，我好痛。这边也有痛。没想到这些只季青这么有慧根呐，没两三下就学会了第二项高难度的芭蕾舞动作喽。再来看看何宇文大饼，在老师不断的修正以及示范芭蕾舞蹈动作下，他们会有何进展呢？哇，好多了！来来，宇文，宇文，你不要往前打，我跟你讲，你不是整个人在一直打，是往前打。老师，他是应该要折起来，要翻，然后自己要停。这样转，对，是往这边，不是往那边转。哦，你要看这边，对，你要看这边，然后这样挺起来，对不对？这样，对，这样子哦。嗯。因为你这样翻，它反而就会把你拉走。你应该，那变成这样遮住。对啊，你把我的脸遮住了，哼。然后你看，颠起来，预备，来啊，你颠起来，预备，一二三 ，OK。转正，转正，看翁哥，看翁哥，遮起来。胸部挺起来，胸部挺起来，腰腰挺起来，哎呀！何宇文大饼在这个高难度的芭蕾舞蹈动作的搭配上，虽然还有瑕疵，不过也还能够八九不离十的做出动作了。现在两组主持人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赶紧和老师学习整套芭蕾舞蹈的动作，因为在最后的表演比赛。
每个舞蹈动作的细节是都马虎不得的呀。而且双人芭蕾舞蹈更重要的是舞者双方的配合默契，只要有其中一人忽略或是忘了舞蹈动作，马上就会手忙脚乱的。因此在为了打败对方的前提和不想未战先输的荣誉感驱策之下，两组人马纵使已经精疲力尽挥汗如雨了，却也依然卖力复习苦练芭蕾舞啊。但是呢，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决战时刻即将到来，这一场双人芭蕾舞大作战到底是最先是激情能够赢得现场观众较多的青睐呢，还是何以文大饼会略胜一筹呢？少年超限战之双人芭蕾舞大作战现在即将展开。都缺不过了，对啊，还感谢我们这个小朋友啊，给我们热情的这个赞赏啊，真的，表演者最需要就是台下小朋友掌声哦，让他们表演，他们看我们表演也很开心了，就是虽然表演的不是这么完美，我不晓得他们那个笑是什么，是觉得哦好还是啊，他有两种方式，但是没关系，反正我们都已经比完了，接下来还有一组，还有一组精彩的表演，我们来看一下大饼跟何以文的演出。
情的票选现在正式展开了，现场20位小朋友的票到底会投给哪一组主持人呢？掉上去就算了。而且你捡那些干嘛？我们很明显已经输了吧？真的吗？公平起见，还是要数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派你出去。我们先数我们的就好了。1、2、3、4、5，嗯，数完了。再见。嗯，怎么数完了？大力，而且你怎么都贴在我身上？你现在一个都没有。好，不够数，打不够贴。我这样不数打好了。其实大力跳非常好啦，来，我们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四只脚、五只脚。哎，那我们看这边，哎呦，好痛！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四只脚、五只脚、六只脚、七只、八只、九只、十只、十一只、十二只、十三只、十四只。15只，耶！杰斯队获胜。我们输的是我们的3倍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呀，何宇文大饼最后还是败下阵来，而得接受恐怖的终极大厨罚。终极大厨罚开始冲！圆圆乖，圆乖乖，别哭。那么大干嘛啦？小小的破就好了嘛。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圆，我这样子很难为你。辛苦了，辛苦了。不过我想啊，这个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很努力的，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对。同时啊，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老师进来一下好不好？来来来，赶快赶快。四位老师，来来来，辛苦了，谢谢。所以不管如何，我们的超限战算是成功了，对不对？是的，感谢四位老师，少年超限战成功。